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。玄玉最后一次与组织接头，便是在此地。此地乃是落叶集之外围，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氛。原计划在此地与佐上接头后再行动，他怎么还没到？前方有杀气，看来我要先行一步了。这座桥好像之前有人将它降了下来。杀！嘿嘿，又是一个送子来的，杀！把命留下，恭喜！